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内心的平静变得尤为珍贵。冥想和正念练习是获得内心平静的有效方法，它们不仅能帮助我们缓解压力，还能提升我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。那么，如何通过冥想和正念练习来获得内心的平静呢？冥想是一种通过专注于呼吸或特定物体，逐渐排除杂念，达到内心平静的练习。正念则是一种专注于当下，完全接受当前体验的心理状态，两者都是提升心理健康的重要工具。冥想和正念练习的步骤。如何开始冥想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坐下或躺下，保持舒适的姿势，心闭双眼，放松身体，专注于呼吸，深呼吸几次，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的自然节奏上。如果注意力分散了，不要气馁，轻轻将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。每天练习10到15分钟，逐渐延长时间。日常正念练习技巧：关注当下，无论你在做什么，都要全神贯注，感受每一个细节，接受自己，不要对自己过于苛刻，接受自己的情绪和感受。练习感恩，每天写下3件让你感到感激的事情，培养积极的心态。冥想和正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。冥想和正念不仅仅是在特定时间进行的练习，它们可以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。例如在工作时，你可以通过几次深呼吸来缓解压力；在与家人相处时，你可以专注于当下，享受每一个美好时刻。案例分享：冥想和正念如何改变生活。案例一：小王的故事。小王是一名白领，工作压力大，经常感到焦虑和失眠。他开始每天进行15分钟的冥想，并在日常生活中练习正念。几个月后，小王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显著提升，工作效率也有所提高，生活变得更加平静和满足。案例二：小李的故事。小李是一位家庭主妇，日常琐事繁多，感到身心疲惫。他开始练习正念，每天写下3件感恩的事情，并在家务劳动时专注于当下。结果，小李的心态逐渐变得积极，家庭氛围也更加和谐。冥想和正念是获得内心平静的有效工具。通过每天坚持冥想练习和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正念，你可以显著提升心理健康，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现在就开始行动吧，让冥想和正念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，享受每一个宁静的时刻。如果你听懂了今天的分享，就点个大拇指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话，请点击订阅图标立即订阅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